啊，行。不是不是，我真不想去，我真不想去。我穿这个裙子我都走不好路了，而且我上次不跟你说了吗？你别给我买这么贵的衣服，还有那包，我穿不到，我也用不到。怎么就穿不到用不到了？我给你多买几件，在家备着，上这包在家备着不就行了？你穿的这么漂亮，跟我去，我倍儿有面，肯定能惊艳全场。不是，这种场合我真的不习惯。习惯习惯就习惯了。你现在自己创业，得试着打开自己的局面。我特意跟我几个朋友说了，我让他们多找几个你们这一行的朋友过来，你们认识认识，交流交流，畅所欲言，对吧？跟别人交流也是你的长项。都是你那些创业合作伙伴，我是陪你应酬的，我怕我。哎，范总来了，这位是。我女朋友。女朋友真漂亮啊。你看她都说你漂亮。哎，段总，哎呦，来来，这坐。贾总，好久不见啊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介绍一下，嗯，我女朋友。我说你怎么一直不舍得把女朋友带来，让大家见识一下呢？嫂子真好看，金屋藏娇啊，段总。谢谢。没有，主要是她之前呢在优传媒当制片人，现在这段期间自己出来单干了，所以没什么时间。哦，先不说这个，我让你帮我找那些人呢。哎，这哎，段总来了，人都在那边呢。还有赵子，全是自媒体大咖。我先带嫂子过去瞧瞧，认识一下。行吧，我陪你过。走。哎，段总，段总，我找你有正经事谈，其他的事交给赵总就可以了，没问题。那赵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女朋友了。得嘞，段总，去吧。来来来来，走吧，嫂子。去。哎，没事，不用客气，都是自己人。来来来，姑娘们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我们段冲段总的女朋友滕小小女士。好。今儿我跟你们说，谁也是拉投资的、找钱的、谈合作的、找金融的，我跟你们，那就全靠你们自己嘴皮子。您得把我们嫂子伺候好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赵总，您快走吧，快快快，我告诉你，可以往这边坐。哎，坐那儿干什么？来来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哎，你往这边坐这儿。哎，服务员，来杯酒，来坐。你好，我叫杨乐乐。哦，我叫滕小小。是说你打算做自媒体吗？嗯。那你想做哪方面的？哦，我主要做的是那个自媒体跟社会的公共热点。嗯。那个，我们今天都是带着任务来的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多交流交流经验，然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也可以。